咱来读册，对，爱念经，念得非常好，对嘛？我没有说他好，是小红念得非常好。同志叔叔可以教我们打棒球吗？可以啊，耶、yeah. okay.。欺负小孩啊！你想一想，你应该怎么做？睡觉做噩梦啊！解决了，你把他打出去了，完蛋了，你要赔了。